基础发行个人 solo 专辑，预购销量破百万的记录，展现超高人气。近日也接受采访，公开许多 TMI。比方成员叫他基础欧尼，叫太快就变成可爱的基础你。而最近的困扰是因为作息不正常，很常被鬼压床。虽然可以用科学的角度解释是太累导致睡眠瘫痪，但基础说当下不能动还是觉得很恐怖。基础还聊到自己非常会停车，空间认知能力很好。但害怕用刀，所以比起做菜更喜欢打扫。MBTI 也公开了最近一次测试 INTP， 在被问到 Is Jisoo Queen of K-pop 时，基础直接 pass， 展现高情商。可爱率真的性格也获得网友粉丝们的称赞。Thank you. Bye.